刚刚一加了麻药以后，瞬间就不酸了。无痛真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。九十，好，你们大家再次加油，加油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吸饱气，憋住向下，对，很棒哦。你眼睛打开，你看嗓子，露出来了。可是我忘记了。好，没关系。重点是你配合这个姿势，哈，不要乱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有觉得宫缩的话，可以早一点装机器，因为第二胎的话产程通常会比第一胎快。躺回去床上，好，平躺就可以了。终于装上这个传说中的无痛吃到饱了。其实不是传说中，上一胎也是这样，也是用这个。对，然后因为刚刚已经禁药了，所以我就觉得腰没那么酸，因为有一阵子腰非常的酸，所以我才叫护士进来装这个。然后刚刚一加了麻药以后，瞬间就不酸了。无痛真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，大家一定要善用，不要省这个钱，真的让自己的产程舒服一点。第二胎就是你一开始，可能有人一开始很忙，但是他只要开始启动之后，后面就会真的很舒服。刚刚吐血完，整个肚子就差很多，下去了，起码我觉得消一半以上。加油，弟弟！加油，请努力。但感觉有点变异了，所以。就赶快按了这个无痛，开始有那种惨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紧急打给护士。OK。这我现在 有感觉了。接受了，接受了。有要冲出来的感觉。哦。来踩一下哦，好。我是大门口了，耶！成功，喊话成功。身上拉，抬头看肚子，用力把我手顶开。三，膝盖尽量放松，对，很棒。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好，停掉。好，来，我们休息一下哦，哈。憋着往下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。好，妈妈，我们的这一样用不用？你现在痛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感觉一样。那妈妈，我们吸饱气，憋住向下，憋住气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二，对，很好，撑着哦，加油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来，换一口气，再一次，憋住向下。八、九、十，过了，有一点过了，很棒哦。现在觉得不舒服了吗？嗯，来，把撑下。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痛，你们大家再次加油，加油哦，加油，吸饱气，憋住向下。好的，用力，很好，很好，来，你，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，好，慢慢起，两只手放松，放肚子上，他起，差不多了，我已经出来了，下腿放松，慢慢擦，对，很棒哦，你眼睛打开，你看嗓子，露出来了。产真的一点都不痛，真的，我以为两胎哦、喔，我两胎真的都没有痛到。啊、如果家里的财产啊，对各方面许可的话，大概生十个都没问题。三立新闻网。
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